安泽，给他吧。哎，五千，你想得美啊！说好两千，两千是你们的价，我这边是五千。三千，五千，四千，你不敢，我找别人。来，开机看看吧。这是那个人联系方式。嗯。开机看看。哎，哥们儿，你钱包掉了。啊。谢谢啊，走走。万一他们拿走电脑不去交易怎么办？去交易能分到四千，但是那电脑最多只能卖两三千，你说哪个划算？那他们万一拿走一万块怎么办？如果一万块能让他们瓦解，那也好啊。啊？赵宁原则很多，譬如说不骗老实人，还有除了骗之外，不能偷，不能抢，不能勒索。小宝是刚加入的，他不太了解这些。如果他这次帮我们去交易，不管他拿没拿到钱，他都犯了原则性上的错误，到时候他跟赵宁的矛盾就会彻底激化。小宝不知道规则，那那个邢东东应该知道吧？他肯定知道啊，但是他贪钱啊，他比任何人都需要钱，所以原则对他来说就没那么重要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输了怎么办啊？不会，起码现在的他还赢不了我。他挺有潜力的，如果有一天他超过你怎么办？光凭骗术是当不了老大的。如果他误入歧途呢？跟着我们，他已经算是误入歧途了。算了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七十年代的开心，七十年代的快乐，七十年代的中国刚刚脱离水深火热。毛主席语录，毛泽东思想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会天天响。往你左边看，你旁边有两个电箱，把钱放到左边电箱上面。我电脑呢？你按我说的做，先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。OK， 可以了。你走过去，把钱放在电箱上面。钱放在电箱上面，这时候你能看见电脑了。哎，哥们儿，花一分钱就可以让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这计啊真牛逼。
好，这里面空了。哥啊，真没想到，忽然主板给你买就能卖一千二啊！要是不急啊，走门儿要速度，还能走卖两百嘞。那等到好点马月儿了。